那年1993年，我20岁，我一个人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念书，看到了一份慈济道语，非常的感动。一个人走到慈济华府分会，成为他们最年轻的志工。Stanford 研究所毕业之后，就一直在矽谷的高科技业工作 ，focus 在如何用 design thinking 协助企业创新。那我也一直想把 design thinking 带到慈济来。下一个阶段的脑力激荡，这九大主题，我们想一下，他们为什么会发生？我觉得那次的气氛很好，也更凝聚了大家的向心力。欢迎您到矽谷来。当主持人，就是你跟你的 audience 产生了 connection， 你的故事也传达到他们心里。Dharma Master Jane Yan was 29 years old. 把慈济的理念介绍给大家，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。在慈济人文学校承担校长的任务，每个礼拜六看到300多位小朋友，是我每个礼拜最开心的事情。在人文学校当校长，最大的挑战都是跟人有关的，都是要解决一些人的需求。处理人的问题是最考验个人的智慧的。我觉得上人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平凡中见伟大，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翻开上人的书，打开上人的开示，得到了很大的力量。上人都可以，那我们同样的也可以。